所以我觉得这女的很可怜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那男的真的很机车啊，你不要去啊，不要让我送你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让我送你。Take me to him. Oh God. I'm begging you. I'm ready to go. 你他妈就不能听你妈妈的话吗 ？If you want, just say you'll take me. 哎，把这女孩背起来。OK， 接学步机。我感觉这女孩还蛮重的，这个还蛮重的呢。哇吼！你他妈真的很重！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哇，感觉很难爬呀。我要送一个人类啊！哦，那有一个遮雨棚哎，哎，连上网络之后，我终于看到其他玩家那个是。为什么这那么多站？为什么这会有个站？这个，哎，干又是版权了。Give up, give up, give up， 翻成中文要怎么讲啊？啦啦啦，放弃啊、哦？是放弃的意思啊、哦。好，好，不要怕，妹妹，叔叔会把你送过去的。他妈的，运送一个活人，我觉得比货物还要难呢。变老了，直接把物喷在他嘴里，然后他就变年轻了，这样子。真对，真的是背一个核弹的概念，真的。这个如果剧情失败的话，这边应该会变一个大坑洞吧？真的，我们就要又要炸山了，这样子。这边有一只，对吧？看一下他位置。干！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现在好像不能捂住我的嘴巴哎、欸。然后这女的他妈也会呼吸啊！干妈的，这个被抓到真的很惨哎、欸。妹妹，叔叔带你打 BT， 妹妹不要怕，叔叔带你打 BT 啊。那你看看什么叫 BT 猎人？不过我还是要很感谢啊，刚刚有一个那个玩家，他给了我这个 Level 3的骨架，我、哦、这个骨架真的很屌哎、欸。干几把几把！靠背啊，靠背！不要哦，不要哦！我干跑不起来啊！他太重了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帮你送来你的女朋友了啦！每次看到这一期还是很想笑。来，嘴巴张开啊啊！